你不要说，我敢，我敢，我不敢，什么也敢，不敢，不敢。那一切都没得说。但如果没孩子呢？你说我相信啊，就是我死了以后，我不会是傻到相信你说你能为我守寡，守一辈子寡。 可能，而且我于心不忍，是不是啊？你到时候呢，会有别的男人来娶你，啊，你会嫁人，他会好好照顾你，啊，你那根本就不用来惦记我这点遗产。那你要是长命百岁呢？到时候我七老八十了，我嫁谁去？真一无所有啊！我找谁喊冤去？怎么办？进不进？ 大娘，少给我爸在那灌迷魂汤，你还真以为你能陪他到七老八十啊？别给自己立牌坊了，蒙谁呢？哎，美美，尊重点儿，你不尊重他就不尊重我，你知道吗？站那儿干嘛？过来。爸，我劝你一句啊，你也别想跟他生孩子了，万一他哪天跟你说他怀上了，你也别高兴太早，指不定那孩子谁的呢，到时候省得做亲子鉴定。给我闭嘴！ 你现在不是在侮辱他，你是在侮辱我。行吧，我给你看看啊，是谁侮辱你？老婆，拿去。看看，我爸还没死呢，就在外面勾三搭四的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梅梅，这怎么了？这不挺好的吗？爸。 照片上那个男的是他的初恋男朋友、前男友。这怎么回事？啊，是真的吗？我问你，这是不是真的？老顾，你听我解释啊，他是我的初恋男友，但是我们已经分开好久了。你看，这是画廊，就是画廊装修的时候，他现在是咱们公司的设计师。老高。 跟爸说说，你那天都看到什么了？跟爸说，我给你做主，去睡。爸，那天张华，是你派人跟踪我，怎么就不能跟踪你了？就你那点破事还怕人知道啊？我有什么破事？你们可以跟踪我？看了张扬能怎么样？都看见了，什么了？都看见了，什么了？都看见了，都别说了，都给我闭嘴。 不想听，到外边说去。爸，这里没有一点事儿，你出去，到外边说去。爸，让你出去，听见没？出去！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！我干什么了？你们就在这诬陷我？张华，别以为你跟包红干的那些破事儿没人知道。张华，包红谁呀？你跟我说包红谁？包红谁？ 美美，哎，大夫怎么样？大人身上有些外伤，不太严重，但是很可惜呢，孩子没保住。谢谢啊，大人保护的就行。
梅梅，梅梅，你睡了吗？你睡着了？我紧张，睡不着。不要紧张。我想到明天要抓包，我就紧张，我现在手都是抖的。你说万一抓不到怎么办？万一他跑了怎么办？他跑不了，有你，有我，有 Peter， 我们三个人还对付不了一个女的。好了好了，放心吧，能抓得着。能抓得着，对吧？你俩把围巾拿下来，咱们是抓人，不是接头，不用伪装的。三个人一起往那边看，他一进来就会发现的。为什么我坐在这个位置？你们俩坐在哪儿？因为我们见过他，你没见过。我也是看过他照片的，照片不清楚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
不能去。好，请问这是顾美美的电话吗？你哪位？你是张华吧？你谁啊？我的声你都听不出来了？你什么意思呀？干嘛不接我电话？也连电话的短信也不回一个？不是，你怎么用老婆电话？想要找一个人电话难吗？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，是吧？你干嘛不回我短信啊？你没事儿？什么叫失踪啊？我现在在医院呢，美美在医院，我不方便接电话。在医院也有回短信的时间吧？你给我发短信干什么？我手机落酒吧了。什么？等会儿，你给我发短信说什么了？我就是约你见面呢。离开。你等，不是你现在怎么回事啊？你都什么时候都跟着这都躺着呢？现在有什么比他还重要的？好，现在走走走。你们找谁啊？哪位是张华？我是张华，怎么了？我们是警察，我们要拘留你。爸，你怎么回事？你什么拘留啊？张华涉嫌诈骗，我们要带回去调查，请您配合一下。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对，你看，弄错了吧？签字。不是，哎，同志，不，你尽力配合工作。爸，我没有怎么回事，我不知道，我就配合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不是，怎么还带这个呀？我家属那边还病人呢，你能不能不带这个啊？爸，你得想办法，你得跟你解释一下，爸，美美，
妹妹。我爸，喂，小童啊，真的。忘了吗？喝红的，喝红的。红的没了。啊，那就喝白的。你白的，你刚才不是说喝了就晕了，高兴事就忘了吗？那没红的呀。没了。那赶紧去买吧。好好好。哎，你没回来吗？拿点钱。我这点高兴劲儿全让你给折腾光了。你高兴，我就高兴，互相传染。拿着，左手拿，左手高举，再高一点。干嘛呀？身子转过去，转往这边转，回眸，就是看我。哎，这时候你想象一下，你在哪儿？在三亚，海滩，仙人掌，沙滩，椰子树，哇！你在前面跑，一定别跑快了啊！你要考虑到我的老寒腿。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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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啊！心情真好，跑起来。怕把你的血管跑崩了。这个人呢，哈，这一生一定要见大海，别跟我似的后海十大海，这都不行。因为呢，只有见了大海，这胸怀才宽阔。哇！再宽阔，我就打120了。你和张华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大概4年前吧。那个时候，我在广告公司做客户代表，张华还没成为孟君园的副总呢。但是后来我去香港发展了，我们俩就断了联系了。他是怎么找到你去诈骗孟金元广告汇款的？去年包红从香港回来找我借钱，他说他妈病了，所以我当时心一软，我就借了他20000块钱。后来这钱他一直也没还。你为什么同意和他合伙诈骗？你不知道这是犯罪吗？那年，我陪客户到澳门去旅游，大家伙都说都到了澳门了，就玩玩赌一赌嘛。我实在没忍住，我就玩了2把，结果没想到那天晚上我的手气就特别好，我一个晚上我就赢了10几万。我一下子我就上瘾了，结果就越赌越输，越输越想赌，我就跟我的亲戚朋友到处借钱。在上个月的时候，包红又找我，他开口要跟我借400万，当时他也说给我不少利息，但我手头没那么多钱，所以我就没借给他。
你为什么联合高红诈骗自己公司广告款？这都是林峰逼我的。他是怎么逼你的？在林峰没进公司之前，我在公司一直干得挺好的，真的，公司上上下下都特别佩服我。后来林峰进了公司，他就处处阻碍公司的发展。我当时我急了，我就想，我说这么好一公司，不能让他给毁了。所以我就找到我们董事长说这事儿。董事长是他妈，他妈当然要护着林峰了，不管。后来我就找到我岳父顾长健说这事儿。我岳父那人怕这怕那的也不管，还支持他开拓什么国际市场。让你交代如何联合包红诈骗自己公司广告款，你却把责任推给了别人。老实交代，是我交代，我交代。后来我就借他们开拓国际市场这事儿，我就利用包红进入，我想把这事儿给他们搅黄了，趁机起诉林峰，这样我就能够重新掌握。当时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我就想我干脆跳河死了算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张华给我打电话了，张华说我拿到了公司给我的广告首付款，让我拿100万给吴向红。他说他要拖吴向红和吴桐下水，让他们洗不清楚。后来我就拿了100万给他，剩下的那400万我就用来还债了。我现在意识到我错了，我当时就是特别冲动干了这事儿。我真的当时太冲动了，我求求你们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已经后悔了，我求求你，我不想在这里头待着。事儿总算是过去了，我现在就不明白一点了，给咱们发照片的人到底谁啊？叔叔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怎么你知道？我想离开公司。你听我说，我不是因为不想每天跟你在一起，而是我觉得，你看我打来公司是因为孙小雅想让我帮 Peter， 现在我觉得 Peter 不需要我的帮助，而且我只会给人越帮越乱。你说给公司捅了这么大篓子，这幸好是钱找回来了，要是找不回来了，我心里不得愧疚死啊。最主要我觉得我不适合干这个工作，我很笨。我觉得你千万别生气。我为什么要生气？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啊，早就应该这样了。哎，咱们当时怎么说的？咱们说有那么一天，希望我一个人就能把家养起来，然后你不工作，你在家养养花、养养草、养养猫、养养狗。哎，咱是怎么说的？这不完了？这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日子吗？该死了，该死了，挺好。真的？嗯哼。那你不会等，等以后你有名了，然后？到时候挣好多钱了，你嫌弃我吧？你好好考虑考虑这个问题。长健，
燕，美美来了。今天要回去一趟。我昨天出来的时候灯下没关，那窗户也没关，我要把风啊把衣服都收起来。别叨叨了，都知道了。我先回去了啊。那行，再说一句。把那个柜子里边西装的兜儿、内衣兜里边，把钱包给拿出来。好。在走的时候注意，小心安全。好，知道知道，我先去了啊。别闯红绿灯。开车开慢点。知道了吧？你有什么跟我说的吗？王律师找的。好，护士，护士。你可就出名了，成不成还不一定呢。哎呀，我给你拿饮料去啊。哎，我那边也有。哎，这儿大江组长，那个以前是我不好，真的，我有眼无珠。其实我挺想你的，我希望你能原谅我。好好工作就行，我又不吃零食。拿走吧，别让组长，你要来饮料来了。哎，组长，罗小聪今儿来了吗？来，大家把这个分了吧。别组长，给你的，这组长。哎呀，你都别抢了，这给组长。你还要吃？你都快给我压死你！我都吃着呢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。好好工作，谢谢组长。哎。王律师来了，顾太太。王律师来了。有些常见生前的东西要烧给他，所以家里有点乱，您别介意。美美还好吧？在楼上呢，一直不太愿意出门。太太，事情已然如此，您就节哀顺变。日子还长，总得过吧。您今天让我来，啊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。
今天叫您来，我就是想看一下常建的遗嘱。啊，当然，您作为法律第一继承人，有权利看这个遗嘱。但是顾先生说，遗嘱一定要在他的葬礼之后再公布。我想逝者伟大，我们还是听顾先生的吧。嗯，当然。您的意思是说，我是第一继承人？嗯，是的。谢谢您了，这么多年家里家外都是您帮忙操持的，常建一不在了，这家里就剩我们两个女人了。今后的事情，还希望您多多帮忙。啊，好的，太太。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，其实我发现了一个道理，我并不适合在公司干。我一开始以为我扔掉扳手以后可以拿鼠标，但我发现我实在没有这个潜力可挖，而且我给公司添的麻烦你也看到了。我也知道你一直挺照顾我的，孙董也挺照顾我的，但是可能是我就觉得我做不好。我以前不觉得自己特别笨，到公司以后我真的发现我是挺笨的，而且老给大家惹麻烦。我不是说不想做好，就是可能就像吴桐说的，这个东西并不适合我，而且他也希望我能够回家陪他一段时间，所以我们俩商量过以后就跟你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现在找不到人的话，我可以先干一段时间，然后等你找到人。如果你觉得我现在就能走的话，那我这两天就办手续。而且 Peter， 说实话，我一开始到公司来是因为孙董想让我帮你。我觉得你现在挺好的，不用人帮了。乐从，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呀？我没想过，我真的没想过。那你总有想做的事情吧？比如说现在想做什么，以后想做什么？我想做的事情。其实我想做的就是让我的朋友们，让我的亲人觉得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我在我在就好。我知道我挺笨的，所以我也想休息一段时间，想想清楚我到底能做什么。决定你的这个辞职会让你过得更开心，我支持你。老总，我希望你能做一个特别幸福的吴太太。你说的我都要哭了。没有啊，为什么？咱俩是哥们儿吧，是朋友。祝福你。那你今天弄得我真的很疼。那你可以随时办手续。Peter， 谢谢你啊，谢谢你一直关照我跟吴桐。你俩的确让我挺操心的，不过咱们是哥们儿嘛，对不对？我辞职了以后，是的。作为哥们儿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你说。你的
那手机里我那个名称能不能改一改啊？什么叫臭屁啊？多难听啊！都瘦了人，还好吧？姑太太，接水便。谢谢。是啊，以后有什么事儿，就只管跟我们说。老姑跟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了，就不必跟我们客气了。您说的是，老姑这么一走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。今后咱们两家多走动。好啊。哎，妹妹呢？楼上呢，不太愿意见人，那我上去看看他。好，慢点啊，妹妹。阿姨，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别哭了啊！你现在的身体不能多哭，快坐下吧。怎么样了？啊？没事儿啊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啊，你尽管说，啊，要不就找你林峰哥哥。不哭了啊，妹妹，别那么难过啊。我们以后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你爸爸虽然不在了，咱们俩会好好的生活啊。他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我们的。快坐下，来，快坐下吧。阿姨，都怪张华，我们家本来挺富裕的，没想到他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不说了，是吧，林峰？啊，对这件事情，我也有责任。如果我事先私底下跟张华谈一谈的话，也许不会变成这样。好了，都不说了。林峰啊，以后没事儿。多来陪陪妹妹，嗯。别再哭了，我都说过了，这样对你身体不好。好了，刘姑姑，我们走。没事，我刚好走两步。啊，顾太太，你以后有些什么打算吗？没想过，事情太突然了，还来不及想。是啊。这种事情谁也想不到。你有没有想出来工作呀？工作？是啊，如果你想出来工作的话，梦君园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着。啊，顾太太。王律师。啊，你们谈吧，我们走了。路上小心点儿。王律师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请坐吧。啊，不了，我还有事儿。顾太太，你还好吗？啊，老样子。美美呢？心情还好吗？总是打蔫儿，还是不太愿意见人。顾太太。我今天亲自来呢，是想确定明天遗嘱的事儿。啊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嗯，美美身体不好，要不然咱们就在家里宣读遗嘱吧。嗯，您是说在家里宣读遗嘱？嗯，这样也省得她来来回回的跑。嗯，啊，可以。那我明天把相关的文件都带齐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定明天早上10点。可以。啊，顾太太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麻烦您了，哎，多保重。